是 Violet Lim， 我是 Lantrashy 的 CEO。我觉得 D 呢，就是这个沟通能力很重要，因为在未来很多东西都会自动化，所以我们跟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都是要做沟通，所以需要有这个能力。第二呢，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适应力，因为在未来肯定很多东西都不同在变，我们也需要就是学习不同的东西，所以我们需要就是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。第三就是要持续学习。因为很多东西都会改变，我不可以就是待在那边，就是说，哎，我就不想学习，还是不想做改变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身为未来的领袖，需要有这三个很重要的条件。我想跟年轻的女性企业家说，要对自己比较有信心。我觉得很多女性很多时候她都觉得自己可能，哎，我可不可以做得好？其实你是很棒的，其实你真的可以做得很好，最主要是你要相信你自己。